千历38年，工部和侍郎全家被杀，幼子何方之逃过一劫，几经颠沛被神秘刀客所救。放下那孩子，我给你点上一盏长命灯。只怕他并不领情啊。你是谁？你可以叫我师父。侄儿，你用刀时杀心太重。徒儿不明白，没有杀心，如何替天行道？刀上一旦沾血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侄儿，此路没有回头。徒儿也不愿回头。这次这买卖太大了，要不万一整个山寨都兜不住啊。可不是嘛，都上山了还怕死？生是穷人，死是穷鬼，自古穷命最要人命。什么人？灭了他！
天下望，望而不海，安平泰，乐与尔过错之，道之时口，胆无其我为，失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足己。用，天下人不识吾道，我将开山立派，吾道不公。 世间男子皆无情，见识可，杀一个！火不是火，不能助人，只能杀尽恶人。 清风寨何处？向南翻过两个山头，
本营出洋手就是清风阵，手下让我引领，我给手下指一条小路。何方知，直走。